5xy 等於負3等於負 9x 減 3y， 咁 x 係幾多呢？咁樣咁呢度啦，做法係咁嘅。我哋首先就將佢拆翻做兩條嘅 equation 先，就5x 加 y 等於負3，跟住負9x 減 3y 等於負3。嗱，第二條式咧，你可以全式除負3啊，見到嘛？跟住俾個正 3x 加 y 等於1。咁你見到 equation one 同 equation two 咧都有一個 y 喺度，咁你可以兩式相減啦，上減下，咁左邊就變咗5x 減 3x， 即係 2x，y 同 y 相減冇咗啦。右邊啦，負3減1，即係負4。所以兩邊除2咧，x 就計到係負2啦。